你俩这干嘛呢？这大金蛋也太硬了，用嘴咬用牙磕也磕不动啊，这可咋办呢？哎呀，你们两个是不是傻？割牙能咬开大金蛋吗？我想把它弄开呀，这里边有惊喜，也打不开。来，我这有电锯，你俩试试，来试试，宝贝，来，试试，来来，这不是这么的拉的，宝贝，是这么的，滋嘎滋嘎，打不开，拉不开，这是拉木头的，不好用啊，不好用。来，我这有螺丝刀，螺丝刀。哎，帮你点。哎呀，不行！哎呀妈，这太硬了，这螺丝刀是拧螺丝的，也不好用。来，我这个小手掌咱试试。小手掌应该差不多了，宝贝，大。哎呀妈，不行啊，这小手掌也不行，这太硬了，这大金蛋还是打不开。打手板还可以。来，我这有枪，来试试。枪应该行，老婆，来，别动，爸爸试试。来，站着，逮到啊！瞄准啊！瞄准。太硬了，大金蛋不行，不好使。这枪，枪也不好用。这打怪兽还行，这打大金蛋，这金蛋太硬了，这咋办呢？这可咋办呢？哎，我有办法了，我这有两个小锤子，你试试吧，一人一个。啊、小锤子啊，我这里呀、啊、一定有惊喜。我这里也有惊喜。小朋友给我扣一，我这里就有惊喜。因为我这里有惊喜，给我扣二。来，一二三，你先打。哎呀妈！哎呀，这太硬了，小朋友给我加油，努力哟。哎呦我的天哪，还打不开、啊、妈，我老公这个哇，哎呀，100块钱，哇，这么大惊喜啊，小朋友给你扣几了？二。哎呀妈，快接手啊，小朋友扣款。奇奇宝贝有100块钱，我这里边应该也得有钱。这太硬了，哇，这什么惊喜啊？哎呦我的天哪，这宝贝你看看这是啥呀？大蛇精啊，这是。哎呦我这没有惊喜呀、还蛇的。哎呀妈，喜喜宝贝，你这100块钱快谢小朋友们吧。谢谢。